Hello， 大家，今天开始打卡开箱 CIC 九色眼影盘全系列。先从眼粉盘开始，全盘玫瑰紫粉调。为了尝试所有颜色，这个眼妆我把九颗都用上了，效果有超预期的喜欢。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的尝试韩系眼影，相比日系清透感，它更接近欧美眼影，正是比较小清新的欧美盘。抛开颜色不谈，全盘最值得吐槽的是它们珠光色块的粉质，取粉非常困难。用刷子取上色的话，显色非常低，想要达到理想的显色效果，需要通过一些技巧，比如用手指上色，或者他们的哑光色块做打底后再叠珠光色，所以想要画复杂一些的珠光，新手就不太友好。但值得夸的是它哑光粉质真的很棒，显色好，好晕染，简单的日常妆随便扫两下就能出门了，而且不像日系眼影那么容易氧化变色，颜色一整天都很稳定，总体配色非常有趣，期待下一盘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